还是阁下技高一筹。 非常感谢您，想必袁将军也会大为喜悦。当平定乱世之英雄现身于世，将星高悬于夜空，璀璨夺目。 小女虽忧虑天下苍生，却无驰骋疆场之武勇。唯有借观星得星宿之启示，以窥见未来。小女只愿从恒守望，避免星宿所示之英雄误入歧途。愿天上的星宿亦为汝指引一条光明的前路。 如此一来，京师百姓就得救了。我等这便返回复命吧。联军已然一盘散沙，眼下可谓是名存实亡。任中秋是自私自利的呀。 无论何种情形，都难以改变。真是惨不忍睹。师父，这次是难免，襄阳似乎已被邪气笼罩。 大乔啊，你义父他很疼爱女儿，对吧？孙将军已往城内去了，究竟发生何事？看来情况甚是有异。我曾在京师。 看见父亲和一名可疑的黑衣道士交谈。哎，这个老爹有事居然隐瞒我等，赶紧追上去。哦，阁下可是虎牢关的那位侠士？阁下便是传闻中的久仰大名，在下孙权，字仲谋。我军正好遭遇棘手之事。 此乃不祥之兆，难道父亲有何不测？别说傻话，猛虎怎会如此轻易遭人所擒？对不对，老爹？